家里厨房小的，平时切完菜全部放在台面，满满当当，很占地方。于是我就买了这个配菜盘，它是多层堆叠抽屉式的，切好的菜可以这样一层一层的放好，非常节省空间，厨房立马整齐了不少。还可以这个多个叠加收纳，平时在家吃火锅也贼方便，来客人了放些小零食也是极好的，食品级材质一冲就干净了。